冠廷确定2013年大马开唱。Stuff to do for my 2013 concert in Malaysia。来马举办轻功音乐会的曲婉婷，除了进行金唱片破冰仪式，还喜获大马环球执行总监的邀约，明年来马开唱。First solo concert next year. We are at planning stages, but it will happen next year. So, look out for it. 我的歌声里专辑大受欢迎，可不知道曲婉婷对自己的婶婶要如何交代呢？我在想，他们可能是不是在打字的时候，本来想打我深深的脑海里，然后那个拼音打出来之后，可能自动就出来了婶婶，然后所以就这么出来的。明晚就要举办大马庆功乐会，不知曲婉婷准备的如何啦？我会自弹自唱几首，然后可能会有一个乐手过来再帮我弹一个快一点的歌。海搜影娱乐最 live。